他知道的，他是哈，他讲我是武义民生的叔啊，武义年，我妈妈讲我是属虎，十二月十七生的。五一年属虎的。啊，我阳历是五一年，咱们华人是属虎，十二月二十七的。啊。没，我是啊，最近我是手麻痹六个月了，手麻痹连这边也紧。属老虎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啊，你这里呀、啊，血上不来。你非但手麻痹，而且你经常想睡觉，嗯，你听得懂吗？懂。而且我告诉你，你经常睡觉的时候就手麻痹，醒过来的时候就好一点，嗯，对不对呀、啊？对呀、啊。嗯，对呀、啊。还有要记住，你现在的大脑的记忆力一塌糊涂，记不住了、啊。嗯。明白了吗？明白。你台长帮我看有没有阴灵啊，在身上。嗯，你这样、嗯、你要记住啊、嗯、你呢有一个男的在你身上、嗯、一个男的、嗯、年纪蛮大的、嗯、又像你的一个不知道一个长辈、嗯、胡子不多、嗯、鼻子很长个子蛮高、嗯、过去学过佛的过世的有没有过去的像爷爷奶奶啊是老婆婆啊这之类的嗯好吧嗯你帮他好好的念念小房子吧而且这个人学过佛而且也学过西方教嗯明白吗、嗯、我因为看到你们家族里面有人学过西方教的就是耶稣的哦耶稣的你想想你们家族里面有人没有人嗯有没有听得懂吗、嗯、这里有挂十字架的有吗、嗯、这个人好了、嗯、现在你给他念经吧、嗯、好吗我念经要跟他讲什么啊讲是祖先啊你就说你的要经者要经者你名字的要经者就可以了、嗯、你不要跟他讲话你一讲话他会上你身的听得懂吗、嗯、跟你们讲啊千万不要跟灵性直接讲话所以要跟灵性讲话的人必须先跟观世音菩萨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某某某我的谁谁谁怎么样这样才敢讲如果你不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前面的话你很快就会他在你身上了大家听得懂吗嗯我要讲完全问你最近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好像就是血不通呀那我现在讲给你听好吧、嗯、那血液走到这里就慢了、嗯嗯、到这里快一点这里又慢了、嗯、就是血到这里堵塞了你听得懂吗嗯嗯哎呀要看医生啊要看、嗯、看吧去看医生去吧、嗯、啊啊吃点丹参片、嗯、好吧、嗯、气量大一点气量大一点行不行啊、嗯、你气量太小了知道吗、嗯、凶得不得了你别在我面前我看得出来的很凶的明白了吗气量太小一定要放开放生听得懂吗放生去放生啊好吧还有把你家里门口一个垃圾桶啊像一个肮脏的东西啊赶快移一开啊门前啊挡住你们家好的风水了右面你面对着门的面对着门的左面从里面看出来的右面嗯就是门口啊、嗯、开门这里门开了在这个地方嗯听得懂吗、嗯、把它理理干净啊嗯这个地方风水不好嗯好吧我家有养鱼可以吗什么我家有养鱼鱼池养鱼可以的可以啊嗯嗯嗯好了家里还可以就是门口那堆最肮脏了好卢台长还请问我一个女儿我问我一个女儿的婚姻属龙的啊要四十岁了只能问一个了哦我在挂一座她没有还没有婚姻、嗯、没有婚姻哦
他有过婚姻的。属龙的，他有过婚姻啊。听得懂吗？吹了。吹了。听得懂吗？你少掺和，很多事情啊，你管得太多了，整天给他出点子，那不吹吗？嫌人家穷啊，台长看不出来啊。明白了吗？不要去嫌人家穷，好吧？随便他呢，四十几岁找一个嘛，念念经的嘛，不好呢，对不对啊？看你女儿比你好看很多。那你大姨妹有吗？你叫她念经，每天念大吉祥天女神咒49遍。什么咒啊？大吉祥天女神咒，求姻缘的，好不好？再念心经。好吧，再念姐姐咒，你看看他能不能有。好了。谢谢。我要是再仔细给他看，我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有的。